坐车去酒店了，因为本来要去检查身体，但是他的那个保健所只开到3点钟，就是我要去的那个区，所以现在先回酒店，明天再去，对，做那个检查。拜拜，再见。满满的行李，我的天哪，我一个人要怎么拿？走你！嘿，走，走你！刚才我上来的时候，酒店的人给了我一包这个，好像是一些，消毒杀菌的，然后这个是什么？口罩，然后这个是洗手的，应该是对。也是，不同类型的 K94 的口罩，然后还有个温度计，这些吧。刚才拿那个酒精棉片，然后把所有的桌子、椅子、床头柜，什么按钮啊，什么我能触碰到的地方，全部用酒精棉片消了一次毒。等等，我觉得这个女人可能是怕自己被饿死，其实要减肥了，但是。好多好吃的，哎，这个榨菜就是啊，我准备配粥喝的，然后还带了重庆小面，然后还有热干面。我觉得吃了好多家那种方便面的热干面，感觉还是这一家比较好吃。然后各种什么自嗨锅呀，然后各种自嗨锅啊饭啊，还有当时最喜欢吃的爆肚粉。对，这是维 B， 之前宣传给汤里的特别好，强推。还有什么好东西啊？这个锅巴也好吃，还买了这个，这一酱我是准备用来做那个三明治和干的鸡胸肉丝放在一起，然后放在荞麦面包里，都非常的好吃。还有我最喜欢的夏威夷锅，但是这个热量好高哦。对，我还带了一个养生壶，然后来准备早上煮粥喝。天哪，这都是，天哪，我的妈呀，这是得烫死啊！就这样吧。幸好经纪人买了饭，还没到饭点，先垫一下肚子吧。Hello， 我现在要吃饭。哪位啊？你不谁呀？完了，虽然现在天都还没有黑，但是我已经超级困了，我要睡觉。晚安，好梦。现在我半夜2点钟醒了，你敢信吗？看看这空空的大街，首尔街头。